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爱耍小脾气和我吵架，我之后也都会哄他，但是总是这样事事矫情，我也会累。我总是感觉不到他爱我，生活中很小的事情他都很难包容我。我们未来是打算结婚的，如果婚前都是这样，我很难想象婚后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我已经在努力挣钱娶她了，她的要求我也在尽力满足，但是她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在工作中没有一点上进心，还时不时玩失踪，拿什么娶我？我爱她才想和她有个结果，但她和她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一直很模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古先生24岁，来自河北，外卖员，有请。孙女士23岁，来自河北，个体，有请。欢迎两位哈，大学同学是吧？对。谈了几年？3年。现在送外卖？对。怎么样？感觉还可以。是收入可以还是？收入可以。个体是做什么呀？在水果店。我现在主要是想学习一下人家的经营，然后想着以后自己开个店。挺好的呀，有这么清晰的头脑，恋爱不会谈不明白吧？他谈不明白。哎呦，怎么谈不明白呢？说一说。那有一回咱们出去去饭店吃饭了，看着一个电视剧，那个女主瞒着一个比她小5岁的一个男朋友结过婚生过孩子了，结果人家跟我来一句，你生没生过孩子，结没结过婚，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那我当时不就看着电视剧吗，我那啥就跟你开个玩笑，我就问你一句嘛，谁想你还当真了，吃一半的花卷你不吃，你就直接扔菜里边了。我没把那花卷拽你头上都不错。我摔完之后正好我妈妈给我来个电话，我挺生气的，我也不想把这负面情绪带到家长身上，我就没接。人家给我来一句，你接你电话去吧，你当你的妈宝女去吧，多气人呐、啊！是，而且他有时候还可自私了。哎呦，还自私呢。那还有一回我们去商场，正好看那个西瓜了，然后我就想吃，我就赤裸裸的暗示他，我说你看这个西瓜看着多好吃呀，我就差明说了、他看了一眼价格，他说太贵了，咱走吧，拉着我走了。后来过两天他不给我买，我就自个儿买呗。然后我去商场买了之后，我就准备先放到他那边，等第二天过去我们一块儿吃呢。结果第二天过去了，一开冰箱没有了，人家说带人家自个儿吃了。那本身大冬天的吃凉西瓜就不对，而且它本身就是体寒，还是个切了的西瓜，放到第二天容易变质，然后我就给吃了，就是不想让他吃。哦，你为了爱他以身试毒。对。哎呀，那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不想让我吃，这是什么都有理由呢，你常有理吧。他就是这样。就这样是吧？嗯。那应该离开他呀。但是他有时候吧，我不就吃你一块西瓜吗，还至于吗，还跟我闹分手呢。那我以后还能吃着东西吗，你老是这么吃独食。对啊，那你就这样斤斤计较的、那以后那我买东西你买东西，咱们自己买自己吃自己的不就完了吗？你天天上两天班歇一天，你那点工资够我计较的吗？是我上班我不好好上班，是我累的时候呢，我总得有要休息的时候吧，我也不是机器，也不是24小时都得转，总要有休息的时候对吧。那也不是不让你休息，他天天通宵，他一休息他就通宵打游戏。打游戏天天那个 QQ 聊天，聊完天吧，还我有一次发现他直接把聊天记录给删了。你说你是不是有鬼呀？我聊天我是用 QQ 注册的游戏，我为啥不能用 QQ 聊天呢？而且聊得多他会占内存，手机本身内存就小，我就给他删了。你看这小子啊，没有他说不出的道理啊。我看可不是这样。有我有一回有情况哈。对，我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他空间还跟别人互动呢，一个哥哥一个丫头的叫着，你是不是跟别人有什么暧昧？那我是玩游戏玩时间长了，聊天聊时间长了，人家叫哥哥我就下意识的叫个丫头，怎么的了？那你之前一直喊我丫头的，你为什么要喊别人呢？我就顺嘴了呀，我就喊了一声，
啥叫顺嘴了呀？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人家喊哥哥，我毕竟下意识的啊，就喊一下丫头或者喊个妹妹啥的。不是，那你为啥不喊妹妹？这丫头不是你叫她的吗？可能就是顺嘴了，然后就叫成丫头。哎呀，你跟几个顺嘴啊？就是，也就一个。谁呀？就是玩游戏的。哎呦，那还挺特别。嗯，你要都叫顺嘴就没事了，就恰恰对你一个顺嘴了，这就不对了吧？也就是玩的时间长，然后有多长啊？也就是玩了多半年吧，一起玩游戏。都多半年了啊，跟一个姑娘玩游戏。我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毕竟上来人家叫我哥哥，我就可能。那你怎么会顺嘴叫丫头呢？就是你确定你不知道她是男是女吗？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玩游戏的时候没连过麦吗？因为之前打游戏的时候是不连麦的。他有时候还拿我找借口。最离谱的一回，他直接失联了半个月，他还拿我找借口，还说是关心我，他才不跟我说呢。就那回他本来是跑外卖，本来就跑得不认真，然后之前有一点儿就是挣的也少，然后欠款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还上，我就挺替他着急的。然后我给他发微信。那我失联也是有原因的呀。那我给你发微信，微信你不回，电话也不接，后来直接给我逼的不行了。我说那直接不行，分手吧，什么也不跟我说。嗯，那会儿呢是然后你出现了，人家总有客服给我打电话催我，当时手里也没有钱，我呢又不想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你，又不想让你担心，所以呢当时手机就静音了，可能也没有听见你打的电话。那你以为你失联我就不担心吗？你那会儿是在跑外卖，你他一失联我就怕他是不是怎么被车撞了呀？怎么的？后来发生这个叫丫头的事，我还怕她是不是跟别的小姑娘跑了呀？她还有一回过年的时候直接失联了，就我正好春节的时候我回家过年了，她自己一个人，就她一个人在异地。我本来就挺担心她的，怕她不开心什么的。那我过年失联，那我不也跟你说了吗？然后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被公司开除了，又当时是大冬天的，天也冷，感冒，然后发烧了，住了几天院。那我能大过年的我跟你说你来天津照顾我吧，你再从家里边坐车再连夜赶过来，这样你家里同意吗？而且我也不想让你担心呀，对吧？但是你又失联了呀，在春节的时候失联，我肯定会担心你。你当时跟我说完，我就算当时过不来，我过几天我也会赶紧过来陪你啊，照顾你啊。本来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就挺可怜的，我感觉结果你还跟我失联。我这样不都是为了在乎你吗？我在乎你所以才不跟你说的。对对对，我在乎你就是让你担心，是吧？他老以为失联我就不担心了。对对对，他就是这个逻辑，这是他的逻辑。那你在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你在乎我去蓟县爬山，我们出去玩，凌晨两三点那会儿出的门，然后我又累又困，当时还挺冷的，然后爬山的过程中吧，他也不理我，他就自个儿吭哧吭哧往上爬，到了山顶之后举起手机就拍照去了。我当时就觉得挺生气的，也不关心关心我。他看出我脸色也不好了，他就问我你怎么了呀？我当时又生气，我也不想理他，我就说我不想看见你。后来我转身，我就想下山了。然后我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他，我回头我都没有看到他，我更生气了，还挺失望。后来到了半山腰了，他才给我发了个位置，问我说你在哪儿呢？你说你当时干嘛去了？你发现我走的时候你干嘛去了？那毕竟头一次上山拍日出嘛，本来是心情挺高兴的。我能开心吗？怎么样？然后你咋的了？你也不回我，你就直接给我甩一句啊！我不想看见你，啊！你转身就走，我以为你开玩笑呢，我也没有在意，我就继续拍去了。我拍了一会儿之后，我发现你人不在了，我去找你没有找着你，然后我不就给你发位置，给你打电话问你在哪儿？你呢？你告诉我你直接下山了，你给我一个人扔上面了，哎，在外边人生地不熟的，那万一磕一下碰一下呢？你让我怎么办？对吧？那后来到了山脚下之后，我还不给你缓解了吗？我说咱们去吃火锅吧。那吃完之后呢，人家过那个红绿灯，我还脚疼，我走得慢呀。人家看了我一眼，直接给我甩开了，他自个儿走了。那是啊，你给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山上了，然后你呢，走路也磨磨唧唧的。然后出发之前，我告诉你准备穿运动鞋，你呢，你就是不穿，你就要非穿板鞋爬山。那能怪我了，而且红绿灯马上就要变红了，我想让你走快一点，你呢磨磨唧唧的不往前走，对吧？我脚疼啊，那车来了我也走不快呀。那回了酒店之后我又累我又脚疼，那回去之后我吃完那个火锅之后我还胃不好了，我想找你给我买点药呢。你干嘛了？你回去就在那儿连麦玩游戏去了，我叫你了你都没听见。那你回去直接躺床上了，我以为你要睡觉了，不就打会儿游戏吗？然后我总不可能你在睡着觉的时候我再叫你一下，我问你需要点干点啥，对吧？啊，这个时候你开始贴心了。
那第二天呢？第二天回到天津之后呢？我天哪，这还是一个连本剧是吧？从日出开始到了日落，从日落又到了日出了。到第二天，亲戚打电话说回了天津之后，毕竟玩了一天了，挺累的。亲戚说请去吃个饭。嗯、你呢？你当时啥表情？一副不乐意去的样子。那我头一天生了一晚上的气，我还累着呢，我怎么去啊？我跟你说去吃个饭怎么了？毕竟亲戚叫呢，以后你要入了我们家门，还咋跟亲戚相处啊？对不对？尊重一下长辈还是有吧，这个道理。那尊重长辈没问题啊，那你关键是你怎么对我的呀？你平常你也没尊重我呀。就我第一次上他们家登门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茴香馅，什么茴香啊香菜啊，我不喜欢。结果去他家之后，他们家饭桌上给我摆的是茴香馅的饺子。那咋？那你不也吃了吗？那会儿？那我能不吃吗？我都已经上饭桌了，我要是不吃，那不是驳你们家大人的面子吗？我能不吃吗？而且饭桌上全是凉菜，都没有热菜，你让我怎么想啊？那夏天呢，吃点凉的清淡呀，对吧？我们家乡那边就招待客人就是以饺子为主，而且茴香的寓意还好，而且那个这会儿不是他体寒了是吧？不是正常夏天。他这会儿体热了是吧？年轻人怎么把恋爱谈得这么斤斤计较？咱说点大事儿行吗？后来不就家长见面了吗？双方家长见面。对，我是家里边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一起过去，就是提前已经说好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个人500的见面礼。没去之前第二天他就又给我打电话，就见面礼上面就给我讨价还价了，就说给我要给我400了。啊，我当时我跟父母说，我说你家里边要来人，要带着晚辈。我父母呢说就是400呢事事顺利，600呢六六大顺。当时呢我也考虑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家庭条件状况呢可能当时是不太富裕的，我呢给你打个电话不问了你一下吗？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说能不能给400。当时正好他打电话的时候我爸妈也在身边呢，我就想我也想争口气呗，而且他就要给多一点的话，我爸妈好歹对他印象也就更好一点。然后我就想着那六六大顺不也挺好吗？你要不然就给600呗。结果他最后还是就给了400，然后我爸妈也就是有点不高兴那种。我本是打算着这些钱给了弟弟妹妹，还不如日后嫁到我们家直接把钱给你呢，对吧？那你也不能这么干呀，搞得我爸妈现在也不太高兴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两家聊彩礼的事情的时候，就还聊彩礼呢。嗯，别聊了吧，这还聊啥呀？但是一点体贴和关爱都没有，还聊彩礼？行，聊不好我猜，聊得好不？没聊好。你肯定没聊好吗？来说说吧，怎么聊的？我们家要的也比较高，因为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呢，然后我们那片要的都比较高，刚开始是要说的是20多万，后来他们家也不怎么乐意，那我们就降降呗，他们也稍微涨涨，中和一下。后来我们家就降到18.8万，就这么谈啊？但是也没聊好，然后他们家还不乐意给。刚开始谈的时候，他们家也不给返彩礼，也不给返嫁妆。我说那不给返嫁妆，这还有扣点呢、啊？这也有扣点？我说我们这边的习俗呢，基本上就是10万块钱上下的。我爸妈父母这边给的意见就是，如果出10万块钱左右呢，他们那边能接受呢，我俩就把婚事定了。然后。那个原话说一遍，不够去什么？别编，不够去借，借钱去。
帮助他改造他。女生来的目的就是，你得承诺你娶我，对吧？我只是想解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让他承诺你娶他娶你吗？其实这个我知道，这个结果我知道，我只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会娶我。太自信了吧？但是太自信了吧？嗯，没事儿，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鸿兄，对彩礼，我历来认为应该给，这是对对方把女儿养育大的这一种感谢。但彩礼必须要量力而行，你们互不相让，一个只能给这么多，一个坚决要这么多，连见面的红包400-500你们都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男生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理由借口，这样下去你会永远活在借口和理由当中，成为借口和理由的一部分。吃西瓜是为了女生好，很显然你喜欢吃，你失踪又说是为了女生好，很显然你是一种逃避嘛。我们说恋爱的过程其实就是婚姻试运营的过程，看这我们之间合不合适，我们之间能不能今后永远在一起。现在答案很明晰了，所以希望你们两个人清醒的放弃幻想，放弃功利，去看一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爱情。谢谢，谢谢伯鸿兄。徐总，刚才川儿在说呢，哎，这个你们了解对方吗？你说了解，他说不了解，是吧？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你是不了解他，他是太了解你了。你说了解他，请问他消失的那些天哪里去了？到底是为你好，还是说你压根不知道这个男人现在想什么？你倒很了解他哟，因为你知道这个婚肯定是结的，他肯定是跑不了的，所以我能啊省点就省点，能省点钱就省点钱，能省点心就省点心。为什么你在他面前表现出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貌似完美的答案，实则呢破绽百出？删掉对话记录是要为了省空间是吗？那点文字不占空间的，占空间的是图片。所以你到底想隐瞒什么？你想省什么？你心里觉得这个女人到底对于你来说最重要吗？还是是否是那个结婚的对象？你想给自己留什么机会啊？所以这段感情一定要审视，好好动动脑筋。你面前这个男人你不再了解了，你是否爱他也未必，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爱。就这样，谢谢曲总。严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所有说的都是哎呀什么彩礼吧，这个怎么结不结婚吧，什么红包吧，你们有考虑过未来吗？女生，你有想过这样一个男生你跟他在一起的未来是怎样的吗？就算他现在有了188,000的彩礼给了你了，迎你进门了，然后呢？他在和你热恋期就能够失踪联系不上，他能够在和你还没有进入婚姻
是自己个儿，也就只有他能够忍你三年，居然三年后还认为了解你和你爱他。你的男朋友一定会娶你的姑娘，只要熬下去你就会打折，终于有一天你还会倒贴。为什么现在就像他刚刚说的，你还感动了的那么一句话是现在我努力去挣钱，不够的我去借，你感动了哦？我就纳闷了，既然未来借得到，现在怎么就借不到呢？既然现在都借不到，他怎么确定未来他借得到呢？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在跟你谈恋爱期间就可以边做着送外卖的工作，边欠下一两万，然后因为这一个钱的压力逃跑的男人。他的钱花哪儿去了？连西瓜都舍不得买给你吃，恐怕不是花在你身上。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头不是帮他还债吗？难道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存下嫁妆？如果你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话，你能够忍受你的男人如此庸俗、自私、自我、滥情？什么叫做我叫丫头叫惯了，我张口就叫丫头？我们天天在家喊老公，难道我见到男的一嘟噜嘴我就喊个老公啊？谢谢米娜老师，来面对面啊，我就。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呢也确实认识到有一些问题和错误，我以后呢会改，我呢会多多考虑你的感受，多尊重一下你，然后有什么事情呢我也会及时跟你说，以后也不会再玩失联了。结婚的方面我也会跟父母去谈，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但是你之前老是这么跟我说，我没有看到你实际的行动，我也不敢保证说我再等你两三年以后是什么样子，而且我现在的一个大好年纪也就这么几年，我想要再考虑一下。唉，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我可不好预测呢，伯鸿兄。我不看好这段爱情，但很无力。我感觉这两个人还会继续在爱情当中试错，双出。我觉得男的不会出，女的出。他不出吗？他不出。他有那么大的觉醒吗？来，严老师。我真的觉得是双出，虽然我确实觉得他们在一起彼此没有爱情也是一种消耗。肯定是双出啊，这都不用想的。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
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那段时间不能待在他身边，我很没有安全感，他周围还有那么多异性朋友，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他。他总是控制欲特别强，我的正常社交他都要管，一点小事就吃醋，我心疼他，所以每次都哄他，但是他一直这样疑神疑鬼，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和他异地了这么久，现在就想好好和他在一起，把之前的时间弥补回来。他现在又想去别的城市和我分开，我们总是聚少离多，这段感情还怎么有未来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天津，学生，有请。女嘉宾小陈，25岁，来自贵州，待业，有请。欢迎两位哈，我们天津人，天津，天津，贵州的，对，现在生活在我们天津，对，大学毕业了，嗯，刚毕业，刚毕业，校友是吧？对，你还在读书？嗯，刚当兵回来。你当兵之前，你们俩谈恋爱多久？3个月，刚在一起，所以在热恋期就开始了异地恋啊，这可能是异地恋结束之后两个人再见面有一些不适应，是这意思吧？对，其实。啊，在过程中就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隔阂。我们长期异地嘛，我身边的朋友一直以为我是单身，然后他非得那样说，哎，你那谁谁又给你要微信了，你今天是不是又出去哪儿玩了，是不是又怎么的了。我有一次拿手机，我在那刷短视频，刷着刷着我就看到了一条短视频，就是一个男的拿着花在操场上，就是周围都是气球啊、鲜花啊之类的，就和你表白，你为什么不走呢？当时那个男生我不认识，然后我一看周围有好多我们的朋友，那我不能让人家下不来台吧，我就想着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明确的就是拒绝了人家，我还给他就是看了你的照片，说我有男朋友。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很不符合逻辑吗？你朋友的朋友和你表白，那你的朋友不知道你有男朋友吗？不知道有我的存在吗？我知道啊，知道不妨碍我喜欢他呀。那为什么我有权利向他表白、啊、那为什么不立刻就走呢？你应该很决绝、啊、为什么要立刻就走啊？我可以听一听啊。那走之前的时候还非得让我把朋友圈的异性就是当着他面全给删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想着也让他安心，然后我就给删了，然后删了之后呢他还要求我说啊，那你就少出去玩，你去玩了之后要不你就每天必须9点之前回来。你想想我们的课那么多，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实验，大家做完实验之后就想着一块儿出去吃个饭，那有的时候可能就超点了。你不是都说了吗，我走之前你把所有异性都删了，那之前那个人给你打电话怎么回事？我觉得那个事儿我就更无辜了，你自己和我异地没有照顾到我，好多时候就只是打个电话安慰一下，然后那一次刚好我急性肠胃炎，室友他们活不动我，就想着那个同学和我是老乡，之前也见过，要不请那个男生帮忙一下。在之前我删了人家，人家都没有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出于感谢吧，我就觉得把人家加回来保持联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查出那个甲状腺，那医生说可能是肿瘤，需要动手术。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担心，然后身边又没有人，我又是一个人在外地，就是也不想和父母说，那男生就刚好就问我，就是说你身体怎么样。我觉得老乡这个词儿他对我来说他像亲情一样，然后我就给他说了这个事儿。后来去复查的时候呢，室友陪我去的，结果出去的时候呢就刚好遇见那个男生，他在等我们，他说既然这么严重，那我就陪你们一块儿去。然后当时我就没拒绝他，我就同意了。你的行动又没有障碍啊，那为什么要让他一块儿陪着呢？可是那种情况下人家第一次帮你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作为朋友，然后第二次人家再来的时候，姑娘，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解释，他的反应是不对的。可是他爱你的男人第一反应是到底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他关心和在乎的为什么是那个男的陪你去了，觉得这个事儿还有必要聊吗？姑娘，你忠诚于这段情感了吗？我觉得忠诚了吗？忠诚了。
OK， 好，我考了，可以不用说了呀，还解释什么呢？我也知道他忠诚呀，可是就是他为什么不拒绝那个人呢？因为那个人他之前向他表白过，他就觉得那个男生就是好像是一直有预谋，因为之前那男生就是喜欢过我，可是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不是你还要解释吗？就你还没有听明白我表述的是什么意思吗？我还需要再直接一些。你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你是不是有点太过自私了，小朋友？这是你的女朋友，你可以不信任，那是你自己心里的刺。那都回来了吗？两个人就好好相处，还找这些后账干什么呢？找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一定要证明他在你不在的期间背叛了你，不忠诚于你，然后你跟他好是吗？你告诉我，你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今天我就是想让他和那个人把联系断掉。他为什么要跟一个人断掉联系？你有什么权利和资格要求他跟任何一个人断掉联系？他可以因为爱你而断掉，你没有资格要求的。咱们说现在好不好？不说过去了，可以吗？可以。回来了，两个人团聚了，能相处了吗？现在相处得好吗？回来之后嘛，我就想着他回来了，然后我就找了几个我们的朋友，就想着给他接风洗尘一下。当时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就喝了点酒，有对象呢，他们就和对象送回去了。然后当时有一个女生，她也喝多了，她想住我那儿，然后我就想着那就住我那儿呗，反正我那也有地儿可以住，她一个人回家也不安全，我就让她把我俩一块儿送回小区。然后到小区的时候呢，里面有个秋千，我就想着大家洗洗短儿，因为这个味道太大了，去房间里面不好散。我当时坐在那儿的时候，就是吹着风了嘛，头有点晕，她想过来推我，我就说你别推我了。当时旁边那女生就说，那你来推我吧，就屁颠屁颠过去就推人家，两个人聊得可开心了。当时吧那种情况就三个人，我俩是情侣，然后一个单身的，我就感觉我俩在那儿就是腻腻歪歪的不太好。再说了，他是你朋友啊，你都能同意他住你家，我觉得你俩关系应该很好啊。然后他叫我推他一把，我就是推了一把，就是帮助好朋友。可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推秋千这种事情他很暧昧啊，而且当时我不舒服，你不是应该照顾一下我吗？你为什么要一直在那儿，两个人一直玩，我不打断你俩是不走的是吧？然后白天的时候呢，那吃饭的时候呢，他过来一直叫你打游戏，要不是我拦着，你俩现在游戏都加上好友了。我打游戏怎么了？他打游戏好呀，我就是他带着我一块上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又不打游戏，如果你打游戏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打，我就不和别人打了呀。那你为什么非得那时候打呢？当时在等菜嘛，你说等菜的时候，你说那干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爱胡思乱想。就是有一次，我可以有机会可以回来看他，给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因为当时，我自己的原因，这个计划就给搁浅了。我不能回来看你，但是这个惊喜必须得给他。然后我就和我那个朋友他的舍友，我俩在商量半天，我就商量，就想就是他最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就让那个舍友帮我参谋。最后我决定给他送一条项链，既然人家舍友帮了我这么长时间忙前忙后的，我觉得我应该给人一个答谢，然后我就送人一个玩具。然后他知道了，对他特别生气。那我能不生气吗？啊，你送人家的东西还没有署名，还比我的礼物先到，那女生还以为是他对象送的，那么大一个熊，然后他抱着来宿舍之后又搂又抱又亲的，然后那天还是我的生日，我都没有收到，我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然后你还不和我联系，那几天我基本都不怎么和我说话，我就觉得你好像不把我当回事儿。生日这种东西你都能忘记，我不和你联系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我不能提前告诉你我给你买了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再说了，我不能告诉你那个熊是我送给他的，你知道吧？因为你的生日我送给你舍友一个熊，那是什么意思？你听了不会生气吗？不是，那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他会生气你还做了，那是什么意思？对，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不是你不是这对啊，你就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什么意思吗？我准备在你准备什么？你没有准备吗？就强词夺理吗？你这事儿就是没做好。然后他当时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就说生日快乐，说礼物收到了嘛。然后我就在想礼物在哪儿，然后旁边那女生就说，哎，礼物在我这儿呢，哎，说好我们俩说好一块儿给你。然后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说，哎，那个我感谢你那个朋友，我还给他送了一个玩具，我说是不是那个熊？他说嗯。
我当时我就更生气了，我就说我的生日那别人成了主场，然后我还在那郁闷半天。我们一直在听过去两年异地恋里面的两个人的各种小心眼小心机，然后女生还觉得哎呀我做得很好，你都那么不被一个男人信任，你干嘛呢？你图什么呢？你年纪轻轻的，你的尊严呢？我搞不清楚。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两年多。两年零四个月。换而言之，就是你们在热恋三个月的时候，你去当兵的，对吧？是还是不是？是。有两年的异地恋，是还是不是？是。在异地恋期间见过面吗？没有。从来没有见过面，也就是说，两位面对面的时间只有四个月，是还是不是？是。你们现在等于他当兵两年回来了，现在见面只见了一个月，是还是不是？是。好，在这一个月中间，你们发生的最大冲突是什么？请你们俩告诉我。因为当时他回来之后，就是我想要带他去见见我父母，因为我父母他们就是一直都只知道他，然后我现在毕业了，我要留在天津，他们就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然后当时我和他说之后，他就说那我回来了，我现在还得继续上学，然后他就不去了。对呀，我回来要继续上学，我没有工作，还没毕业，我怎么回去面对你的父母？然后吧，我也觉得他和他们家人就是挺不重视我的。我们他不是要去嘛，然后我就想着两个人之前就是多联系联系，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让我假期别走了，刚好我也要学车，还有就也做做兼职，如果我在这儿的话他会多陪陪我。我当时把房给租了，然后他每天来了时间就是基本哎，中午饭从家里面吃了再过来，就我俩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就没有几次。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想要一块儿吃个饭，然后他家里面电话一来，他说他要回家，家里面有事儿，然后就剩我一个人啊，就那么长一个假期，我就觉得我每天就待在那个房间里面就那几个小时，除了我兼职学车的时间，那基本就是还不如打视频打得多啊。情人节那天我准备了很多攻略，然后还买了很多东西，就想着咱能好好约个会再走的时候。然后我打电话的时候，情人节那天他没来，他说他家里面有事儿，他来不了了。那次我跟你解释了，我家里确实有事儿，就一开始家里可能是认为就是我俩是学生，就是那种过家家式的感情。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到时候再一块儿商量未来怎么样，怎么规划。可是你当时就不同意我去那儿。那你可以考本地的嘛，本地的学校我觉得有比那边要好的学校。再说了，我回来了，我想再好好陪陪你，我不想再经历异地恋了。男生还爱他吗？爱，所以想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怎么爱呢？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有时我也害怕他，就是他
如果真的去那边了，然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离这么远我也管不了，就会和两年前一样。你有那么深情吗？不回答了。我觉得我有。我不相信一个深情的男人会怀疑自己的女朋友对他不忠，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反复。我也不相信一个深情的男人会听到了他女朋友因为生病无人照顾而求助老乡的时候，他纠结的不是你病得怎么样，而是你为什么要跟那个男人联系。你告诉我你深情吗？你的深情打哪儿来？我也不相信一个深情的男人在回来才见了这个女人一个月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一个月，带她去自己家里面去聚会的时候，他可以把一个女人扔在那儿自己去打游戏，让这个女人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你深情吗？你还在这儿说什么呢？要说爱这个女人是傻的吗？你要当兵，我要支持你，我爱你，我送你走，对吧？我为了跟你多团聚，我可以在天津租房子，放弃我的暑假。而你那个时候呢，你在走之前，我有家里面人要伺候啊，我有朋友要那个呀，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吧。你深爱他？你为了你的理想，别人苦苦支撑了你两年，在这儿等着你，你不关心，天天在那儿说怀疑他，你觉得你没有愧疚吗？要说爱这个好像更爱吧，傻傻的回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居然不反思，还要说我们结婚吧，两年多等了个寂寞吧，又不甘心嘛，跟空气谈了一场恋爱嘛，自己跟自己谈了一场恋爱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怨气嘛。他的目的很明确了，我不想在异地了，你说我自私也好，说我什么也好，我现在你要跟我谈恋爱，你就必须留在天津，这就是他今天来的目的，我猜得对吗？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让他把他身上的东西改一改。改什么？就是对我不要控制欲那么强，然后多为我想一想，然后也让我去我想去的地方上学。也就是说，我是要读研的，你还得跟我谈恋爱，是这意思吗？嗯。行了，老师们，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异地恋，它考验的就是耐心和真心。我认为。考试的话，其实答案已经有了，特别明确啊。同样的事情，两年前是你走，你等；两年后呢，你走，他可不想等。两年前你走之前做了什么？删掉他所有的异性的朋友，然后规定一个九点之前必须回家，这就是你。而当他要走的时候，你不但不支持，还要留，还要阻碍他的发展。你爱他吗？你丝毫不爱，你对他没有激情，没有热情，当然谈不上什么信心了。你把他留在身边也未见得你多想跟他在一起，太自私了。你对他只有占有，没有爱。女生，我说他主要是给你听的，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你必须要去为自己前程想一想，你不必再去面对他对你的这些质疑了，因为他对你完全不信任。两年的异地恋对你就是充满着怀疑，你不用证明什么，其实你更不用解释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就这样，谢谢曲总。严老师，经得过异地恋的相思之苦，回到现实生活中反而没有办法相处，为什么？因为你们爱的是自己心中爱情的幻象而已。其实我觉得女生是异地恋当中的自己认为的获利者，不是相思之苦啊。因为你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惦念着，有一个人牵挂着自己，而我又拥有自己的绝对的选择权。这个选择不是男女的选择，而是我生活的选择。我想干什么，我和什么人交朋友，我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考不考研，我都可以做主，不需要他的参与。我相信女生就算今天为了你所谓心中的爱情来到他的身边，你们也过不好，你根本就没有两个人相处的思想准备和生活能力。所以我的判断就是你们俩并没有爱上对方，爱的是自己的感受而已，那还谈什么婚，论什么嫁，还谈什么你要去哪里读研，你要在哪里工作，压根就还没开始。如果你还觉得对方身上有吸引自己的地方，有你欣赏的地方，那拜托两位不要活在幻想当中了，至少像情侣一样常见面，一起吃饭，探讨送什么礼物，去哪里玩，看什么电影，去对方的家里怎么做客，怎么共同面对社会上的朋友，你们再说婚嫁的问题吧，为时尚早，长路漫漫。谢谢。谢谢严老师。妮娜老师，你们两个人很不适合在现实生活中谈恋爱。你的男朋友不爱你，你承认了没？现在还是不承认。你觉得他爱你，但是说实话看不出来他为你做任何事，他在乎的只有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怎么看你。其实呢，谈这场恋爱也是谈给别人看的，你更在乎的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是不是主角，本来我的主场的怎么能够被更大的熊抢了风头，你在乎的是别人怎么看。你们两个人之所以喜欢异地恋就是这样，因为你们真的都不打算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你们要的就是对方成为自己的一个点缀品，让你们可以出现在自己朋友身边，向别人炫耀，看我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恋人。你们肯定一会儿还是两个人会双出，我会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证明我们是真爱，你们就证明吧，但你们一定会分手。谢谢明达老师，面对面吧。我不知道一个女生啊，一个自爱的女生，你在守什么？你这两年在守什么？就这个恋爱谈得很空气的，你知道我觉得你在跟谁谈恋爱吗？我就觉得你在跟那个宋雄的那个室友在谈恋爱。为什么？因为能撩拨你情绪的都是那个人，从他那里知道了他的一举一动，从他那里知道了他的一言一行，跟他一起为另外一个我的对象来谋划，这我觉得像一个恋人。因为你们在共情，而你跟他没有那部分共情的东西。你们爱过吗？如果没有，请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骗自己特容易，骗别人就更容易了，但是你们能骗得了生活吗？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不应该太掌控你，太自私，太那么爱吃醋，那么爱生气。我以后一定会按照你的角度去思考很多问题，去给你留够你想要的很多私人空间。但是我真的很想让你再考虑一下，就是考研这个地方的问题。你可以考出天津，但是能不能考得近一点？我可以去照顾你，就不会再像两年异地恋一样。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其实异地那几年我也知道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因为我需要你的时候都不在，然后我也想就是两个人能好好待一块儿，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考研的这个事情，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鹏鹏兄，预测一下吧。哎，原本我认为对这段恋爱需要的是平衡，而不是取舍。现在我认为恰恰是取舍，男出女不出。太乐观了吗？睡了。双出。来。哎呀，我也觉得是双出，觉得他们俩还挺享受这种过程。是是是，他们虐得特开心，你知道吗？啊，来，米娜老师。我已经很久没被打脸了，所以我选双不出。哎呀。我就带着人生的期待，希望这个女孩子知道，眼下她就应该乖乖去考研。希望这个男孩子知道，如果他真的爱这个女孩，应该放这个女孩去追逐自己的梦。对，这是在咱们眼里看到那种爱，你知道吧？对，可能年轻人心里的爱已经不是那样了，你知道吧？这可能就是你看，你爱我对不对？你爱我就要把所有的男性给我删掉，删不删掉是他的事儿。如果他真爱你，你不说他都删。来看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提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